黑我宰者必诛之，叛我宰者必杀之。有榜同党，有乃同喝，一模为证，通话可见。我说啊，那粉丝后援会的会长还得要铁柱来当，胖胖不是更合适吗？人强马壮啊。给你10万，选我当话事人。都自己人同一票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拿枪来水军啊。笨 Q 医院的榜单上个月被 UNET 抢走了，我带姐妹们抢回来。这次如果我做了话事人，我带姐妹们从波开打，一直打到拿下豆瓣。现在胖胖的势力最大，60多万人呢，知不知道？这个人很麻烦呐，铁柱可是真心为了宰啊，还说要拿下豆瓣呢。拿下豆瓣，你拿下来再说吧。我说我还能拿下普破呢。傻屌，你再说一遍。怎么的？你敢说你没说好处？请罚。哼，我年轻的时候当春春的后援会会长，那个时候粉圈里啊讲究个道理，我选铁柱，我支持。喂，我是胖胖，你跟豪哥说你不服赵铁柱，不把会长的账号给他。不行啊胖哥，这么做后果很严重的。喂，胖胖，我是铁柱，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。你是会长吗？你拿到账号再说啦。哼，我说不打姐妹们都会不服。你问题是你们家宰了不露脸，还得看我给不给。那你看我没了我们会怎么样？你们榜单上百万的留言转发都是我们刷的，没有了我们我还有什么热度啊。这就是会长的账号呀。会长。我们会员会有500万粉丝，每次再发新歌光打榜就要100万人民币，再加上控评反黑，给电视台送礼物，每个人每年带50箱牛奶，一年光流水就5000万人民币。这些我不知道吗？事儿我不知道，你一个人吃得下？我都盘算好了，你以前替后援会买水晶的钱你照抽，我当上会长以后，我会带着姐妹们跟公一的后援会开战，只要带着他们撕，钱对姐妹们来说不是问题。事成之后，你我的钱如数奉还，姐妹们的钱五五分账。下一届我选你当话事人，不大适合你自己定。我觉得后援会会长个人好像不大，两个人吗？人也多，钱也多，赚更多。你不会不支持我吧？会。好，明天跟老头说，双会长，一个会长都吃死他了，双会长赚他们更多，粉丝嘛，吸他们的钱。洗白洗白。会长，不好了，会长，这儿粉丝进去了，死蠢。那怎么办啊？不要紧，我们去粉尊尊。尊尊他搞了个低俗群，他没粉丝了呀。那就去粉丽颖了吗？丽颖家的粉丝比我们家的还乱。哲瀚呢？哲瀚脑子瓦特了，他被封杀了呀。屌哥们，什么这些明星才这么容易翻车？会长咋办？哎，找个电子厂上班了。